历史长河奔流不息，多少风云变幻，但岁月抹不去一闪光的中国精神，抹不去千古长存的中华文明。读懂中国，就是将中华民族留下的丰富多彩的中国故事传播到五洲四海，更好地促进中外文明复健，更好地让世界 了解中国的现在与未来，如何讲好中国故事，传播好中国声音。12月1日至4日，我在广州与您一起读懂中国。